好了，嗯，开始拆快递吧。嘿，先给你们看一个全貌，然后把它都拿出来。这包是他送的钩子，送到我的家。啊，这是买的一个笔盒，这笔盒超级可爱的，然后也特别便宜。我之前也买过好几个这个样子的，特别便宜，就是可以用来放一些较大的分装什么的。然后这是化妆的小片子，就是分装瓶嘛。这里面都是，这里面是这个小袋子。就是这样子的小袋子，可以用来当做装一些贴纸啊，或者是一些杂物什么的。那我们开学了，然后接下来这些新书胶带，这一卷胶带是为了做包邮。这个性感恋人和纸胶带，我相信很多人肯定都知道，因为质量真的不怎么样，但是呢，特别的便宜。这一卷呢是复古的，啊，挺好看。然后这一卷呢 ，Manway 也是复古的，也是复古。哇，这卷感觉好少，几米？四米。这一卷四米，好贵啊！一卷四米，啊，这卷好贵啊！一卷。然后这一卷是。你觉得跟墨轩的金色银人不一样，是咖啡色的，反正就是有点不一样。这是我新买的一把小刀，新买的一把小刀。这两把是新买的新品，这是钢琴。这个呢是星星。天哪，怎么感觉一包好少？而且这个钢琴感觉。这个怎么觉得不是特别好看？看一下，哇，这个钢琴好大呀！这个钢琴特别大。这种，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小号角倍儿好看。这黄色倍儿好看，其他的还都挺好看。我还买了一些，那个便利贴。这包便利贴特别萌。这也是便利贴，特别好看，这特别特别好看，这便利贴。这包，也是便利贴，是 LINE 的便利贴，就是感觉太便宜了，不像正版。这个也是便利贴，我买了好几包便利贴，感觉好看就买，虽然平时也不怎么用。这两包是韩国的贴纸，应该也算是爆款。总之就是。这是一家特别特别特别便宜的店，反正我是很喜欢这家店的，之前别人安利给我的，然后我就去买了，且特别便宜还包邮。哦，我想想还有什么想说。那就开始贴图鉴吧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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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